这个我没有动他什么用。我一百六十八块，一百六十八块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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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六十八块，开钱开不完。哎，伊头都未交尾呢，伊头未交尾一摆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有听到？你有听到？哎呀，你嘛袂歹用，拗袂起啊！哎，用拗袂起呢，伊袂歹拗，拗袂起啊！对啊。两百块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两百块，还其他不用听懂，没关系。陈生早，杨宝早，杨宝先生，你包的，最好了不？福建人包了，福建人包，我昨天买来，刚买就包了，来，来福建过来，福建福建来，这哦，你便宜嘞，你放这飞机，我等几年飞机到回来，你来，出来喂，咖啡你就便宜旁边啊，福建，这便宜啦，我以前不过三十年，我讲，就是我那么饿的，现在，福建人，你包买来喂，便宜的喂，这我讲，这我讲，好厉害。哎，这样你包这样你买块你包这个，够够了，还有两块。我这边这样你包了，我这边你包好了，你包了。在旁边可以。我这边你包，你包完哦。我这边这样你包，你买块这样你包，你买块这样。袋子。来。一百块三根，哎，一个三根来，够好。买点白的都买点白的买白。那么多人。买白白，买点白很少来，买白。包这样一百块白出来，我给你包好了，你包嘛不来。到后头买很多包，买了，买过来，买了，一百块钱包，买了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到来，到一百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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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啊，这有七个。这啊，这那这包啥？我讲包包包包，哎，不正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讲七毛都不正的，不正。你包人家卖？这个价格好低啊。他都价格不好，七毛就太便宜了，真。这包人家卖？对啊，这个没得在头七毛。包人家卖？你包过来，就这人家卖。你包过来，你包。我叫阿涵，等会，而且你直接点也可以，我可以帮你帮你。如果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帮你讲。你这买多少个？两包呀！两包呀！我看你如果把你，我看你中他妈的，哎，这人撩起来，怎么这样撩来？怎么撩起来？怎么撩？你包啊？你包来？怎么你包起来？你包撩？你叫你包起来？你包？你没你包啊？我到现在没。三百一。
再去四百卖，我把砖卖你两百，两百卖哦。到位，到位，这就不错。哎，有一个人客拍摄啊，我问讲这有卖无？我想这个先找，这个还有一个，小弟，冷八千的，我为了回报的最远，我为了回报的最远，超恐怖的，51，我在想他会不会，我在想那个大谷会不会全垒打超过 Aaron Judge， 然后盗垒50次，盗垒50次，我在想那个大谷会不会全垒打超过 Aaron Judge， 那就太恐怖了。你们知道大谷的合约是什么吗？大谷的合约在好像这10年，一年好像只领200万美元，还是100万美元？其他的钱是等他退役以后才开始领。我不知道
啊，你一打你再打，这个系啊，无我这边啊无管理，这边系我经营。你看哦，你要前面后面你跟我讲，要前面还是后面？那帮你切啊！啊，随便，八条都切一半，好，好不好？八条都切一半，两百五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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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来，啊！你不会三百啦？我有你三百啦。哎，我叫你三百，我叫你三百，你来，我叫三百来。今朝先来三百喽，三百来，来，头先来。你不来三百，先来四千来，三百。我叫你先来，多位先来，三百来。我今朝先来，先来三百就来。今朝过来，今朝先来三百，今朝先来，你先来，先来。我叫你先来三百来，不来三百，今朝不要讲。今朝你用现金，今朝直接来，今朝也要先来，三百，三百路啦。今朝三百，今朝来，我叫三百，今朝不来三百，不中间啊。这样海鲜生的不要吃，不就算了？你吃过，不给你去买青来，跟你来，最好来吃一块，多来一块。大黑哦，大亨，大亨，你有觉得猫怪怪的吗？大亨，你有没有觉得猫怪怪的？或是哪里有伤口，或是眼睛，或是眼睛怪怪的？不要乱点哦，不要乱点哦，不要当，不要帮猫乱点，不然到时候会花更多钱哦。有伤口的话给医生看。有伤口要给医生看，我们不能乱点，不能乱点，到时候更严，到时候更严重，要花更多钱。你不要玩了，你把了。国庆二楼。给你尾鱼啊。今日有现实的尾鱼呢？你今日不是尾鱼？撑啊！哎，你撑得多还是尾？哎，撑得多你？啊，撑得多嘛是撑啊！撑得多还尾鱼，尾鱼尾鱼把它收起，多个尾鱼多尾鱼。那也还？啊，没电啊，要买啊！我买就在这边放，一件啊，这个放四个放，都固定的，哎，固定的啦，这个老贵就在。抱歉，哎。我最喜欢的今天有下巴吗？什么样的下巴？你要问什么下巴？现在目前有三种下巴，目前我知道的下巴有三种：鲑鱼下巴、头刀、鲈鱼下巴。你要哪一种下巴？我再问。你做这样，你无做看，下面都无看下，下不只不只就无看下，就少下下，就不做够够够下下。这些我就无做看，只有二十几块三来，做下。那我无看一条车了，无看一条路车，乜车路车乜车你用两条五百三的几个车，会清块只个两千块。下面都没看就没看下来，所以要整理。花枝条。做点钱赚钱过来，钱赚不行。我问一下。赚钱过来，做点这点钱的。国语下巴没有？刚才有人有问的。没有。不行过了，给我上点，钱了。哎呀，那点钱了。哎呦我嘞！你讲几里路呢？我无，这是几块钱？我无这几块钱来，
刚才早上有人问今天有没有鲑鱼下巴，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鲑鱼下巴。正喜今天有花枝条吗？没有，没有花枝条。不客气哦，不客气，因为鱼市今天才开啦，啊，他们这礼拜都没有叫货，所以就没有。所以就没有下巴这种东西。村民村长，你应该好好讲，你的良心断掉呢。
你们黄鱼，黄鱼啦，好的。哎，哎呦，那个那个叫什么？哎，刚刚么？我爸啦，是。我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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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哦，嘿，本来嘿，我好生命嘞，我吃好生，嘿，今天还生起来嘿，真，咱们休息下来，休息下来，我也。